那咋不能动呢？我以为你要四肢躺着挂了呢。你啥意思呀？意思你应该出去走两步。哎呀，转这么大圈就意思让我带你出去走走呗。首先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其次呢，出去玩玩也行啊。那我们应该上哪玩去呢？这是计划书，不用发表意见，直接执行就行了。看不懂。看来你智商也太挂了。这个是毒瘤，这个是淘气包。这个，你等会儿，你俩是给我许新年愿望呢？这么简单都办不到吗？行，想让我办到也行。马上春节了，最近特别流行百度地图导航语音包。你之前不是录过一个吗？你再给爸录一个拜年的语音包，整个春节都让你陪爸同行。行，来吧。小兔子有长长的耳朵。小兔子有长长的耳朵。还可以录制趣味语音包。拜年啦，拜年啦！今年糖糖当你的导航员，红包拿来。那走吧，让糖糖带我们导航吧。小度，小度。导航去淘气堡。今年新气象，开车要注意，出发吧。又累又渴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给你。哎呀我去！行啊，你不吃啊？我吃，我这有。我是未来的花朵惨的样子。